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师。喜欢我的频道，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即可追踪 IG、FB 还有 Twitch。那今天这一集是在天气节忧神再临，是几号 PO 的啊？2月20号 PO 的哈。然后这边是一个策划问答第四期。那白婉迎来职业的变动 ，OK？ 那白婉原本是光属性的角色，那他被变动成怎么样呢？我们就看下去吧。好。那本篇向策划大佬提了四个问题，可谓是干货满满，各位少侠要仔细聆听咯。终极测试已经结束一段时间，请问关于角色方面有什么最新调整吗？没想到第一个就先拿我开刀，各位少侠，那小本本记好咯。白婉改动，首先是白婉的职业由宙斯改成祝由，移除绝学辉日圣咒，共进风魔神道跟猎袍咒。与之新正确的是流光冷冽神器流转跟地狱符跟气狱之术。哦，神器流转老实说还不错，因为啊，在初期可以用马上可以拥有神器流转的角色是伊斯朵，只是伊斯朵是佐卡，那个小角色的属性素质太烂了。那这个改动算是好吗？我现在有点难评断。当然，如果神器流转在一开始补血的话，可以补范围技的人员的血量，其实是很不错用的。那由于考前期呢，拥有绝品的奶妈少侠并不多，尤其是遇到鬼魄狮王这种 BOSS 的副本时，会导致大部分平民玩家刷起来相当吃力，久之造成严重的压迫感。这时弄了一个 AOE 奶妈型的入阵便再好不过。白婉作为人气十分高的漂亮妹子，成功的吸引到我们注意。想到在之前二测时，白婉就有助友职业。所以他第三册的时候白婉是宙斯哦，我没有仔细看。想到之前二册时白婉就是祝由职业，我们觉得将其回调成奶妈更加契合。哦，而且我还没有特别注意耶。好，那总之是把它改回来，从三册改成二册的职业就对了。OK， 所以将白婉职业从宙斯调整为祝由。好，来了解一下白婉新增的技能部分吧。因为油罐冷冷啊，你只能用相环子啊。那这个是对单体敌人发起攻击之后，对战后恢复战场内所有友方之气血，就打完人之后还可以帮忙补血啊。好，那再来是神器流转哈，范围之内的。然后说，如果一开始有一个SR 卡的角色，它是可以补范围之的友方的人物的血量，那其实在前期。我觉得前中期都蛮好用的，可以恢复范围内的所有友方血量，并驱散一个有害状态。改动后的白婉就有极强的保护性哦，可谓是团队中的防弹衣。少侠们不妨思考一下，改动后的角色可以使用哪些阵容哦？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位新人的答题吧。哎，这位策划小哥，小师妹向你发起的第二个问题：强烈哭求篝火营地中能设置出现的角色哦，这个我觉得蛮好的。万总是冷不丁的蹦出的大汗，小仙心脏受不了，尤其是周崇跟朱豪，对不对？啊，非常能够理解这样的心情啊。包括我每次在自己营地休息时，都会随机遇到一大堆猛男。对此，我们也有考虑，在之后的版本中新加此功能哦，敬请期待。看来大家都经历过被猛男环绕的经历啊。时间有限，我们火速请下一位。好，关于猎星系统的话题很火热，那么问题来了，后续对于猎星有其他变动吗？说起主要修改的部分啊，降低了猎系中个人成就的完成难度，删除了原本难度比较高的个人成就类型，下调了重复累积成就的难度。另外，我们将猎星功能开启等级推后，目前调整为队伍位阶37级时开启哈。同时要将角色的位阶到35等才会开启猎星成就挑战条目。看着自己奋力收集到的角色们，真是成就满满啊！不过要说起游戏内提供小心思的地方，自然少不了战斗运镜。所谓的运镜，就是指合理规划画面中运动的镜头，产生各种酷炫的视觉效果。OK， 那既然这么多运镜这么酷，能否透露一些我们的设计思路呢？我们一直贯彻一个设计理念，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游戏画面准确传递给少侠们复杂和抽象的战斗规则。例如，角色在受到克制攻击时和非克制攻击时，会表演不同的受击动作。OK， 这个之前二测前面几次封测都有演示过了哈。在角色触发闪避、追击等特殊战斗事件时，则会表演相应对应的动作，而不只是简单的跳掷。
当角色使用血力器去助力友方战斗时，在战斗画面可以呈现二对一的场面。这个三册的时候就有了哦，看起来一样。OK， 好，这一切的视觉动效，最终的目的是让更多新接触到本游戏玩法的玩家，可以快速理解其中的规则。好，以上是本期全部内容啊，最后还是感谢策划大大的详细解答。好，那我们之每路哎。还请大家多关注每日推送哦。OK， 哦，每日哦，所以他每天都会po一个新的吗？那这样也太多了吧。好了，去公测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3月11号，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吧。OK， 那喜欢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 IG、FB 还有推特。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拜拜。